大家好，当有人喜欢说要保护这些昆虫啊，什么凤蝶很漂亮啊，诸如此类的言论，对一个农夫来讲，那真的是苦不堪言。那现在这只凤蝶，你也认为它很漂亮，它现在正在采蜜，它这蜜就是诱狐枭。那你觉得它美吗？它是很美，但你如果站在农夫的眼光来看它，那可真的是不美，因为它的毛毛虫可是很大的哦，不是小小的毛毛虫哦。好了，今天就拍摄到这里。